强烈的音乐节奏，加上原住民充满生命力的歌声，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上演一场音乐摇摆秀。拥有电台主持人和歌手身份的餐厅老板法爱，用好嗓子欢迎客人，也用绝佳的特色东方料理招呼宾客。这家位于桃园龙潭的七分醉东方菜餐厅，朴实的原木外观，充满原民色彩的设计，更有着绝佳的户外景致，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于法爱的亲手打造。因为我本身是也是在玩音乐，那如果在这个原住民的餐厅，有时候听听流行歌，有时候听听一些原住民的歌曲，其实是很快乐的啊。其实在这里工作，我是觉得蛮幸福。这道奇拿富是排湾族的传统美食，芋头磨成泥，加入猪肉，以拉维鹿叶包裹后煮熟，连叶子都能吃。而来自泰雅族的狩猎饭，则是搭配咸鱼，十足原民风味。小米酒炖鸭，则是用小米、红枣加上三瓶小米酒炖煮，是道功夫菜。其他像是咸酥苦瓜、德蒙缅腌肉，都是独家的原创料理。纵容自己七分醉，人生接近于完美。才华洋溢的老板，乐于用歌声与美食分享给每一位来访的朋友。我爱书，我爱吃饭。